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我们现在学佛，要赶快多造福。福啊，造福业随我们的心啊，多结好缘啊，带了更多的好缘。福，我们轻无缥缈的离开这一生，我们有很丰富的在带来了来世呢，我们要成就大业，那就是佛法如来家业，我们要把如来家业在人间让它呢更广更宽更大，未来的人间呐，无常，气候变迁呐，是会越来越密集，灾难呢是越来会越严重。我们呢，总是为未来的年轻的一代，我们要赶快如何行菩萨道，教导了他们。一代一代的教导，让人人做好事。所以人与人啊，合为一心，口口相传，传佛法，只要你肯发心，就可以成就一切。时间不断的流泻过去了，我总是把握时间因缘，跟大家多说一些话，请人人各位菩萨，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国家，都要好好的听进去。菩萨道很辽阔，也是很远很远呐，让我们步步向前。未来跟你有缘的，跟慈济有缘，需要你人人去带动。所以呢，路已经开了啦，种子也已经成熟啦，大地也已经铺啦，只需要呢大地农夫啊，那传法的菩萨啦，那把这样的种子把握因缘去撒播就对了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；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